花鼓灯是流行于淮河流域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舞蹈，曾有东方芭蕾的美誉。这里有一对痴爱花鼓灯艺术的夫妻，30年如一日，相扶相依，比翼双飞。这些优美舞蹈的编排和创作就是出自他们的手，花鼓灯成了他们爱的语言。赵新萌，蚌埠市歌舞团一级编导。楼楼，蚌埠市歌舞团舞蹈老师。这对夫妻的故事还要追溯到60年代。可能是63年吧，我们团要扩招一批演员。我是58年才来工作的，才来文艺工作的。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来了一批体操运动员。我就发现他特别出众，他特别朴实。就第一面好像穿的是我们团的团服，是个灰颜色的一套。当时我一看到第一印象，我就说他不俗气，就特别的清纯。这个清纯对我来讲，我就说对一个男，他是个大男孩。没有人能想到这样的相识会成就他们后来的婚姻。那时候赵新萌与楼楼都是蚌埠市歌舞团的演员，工作的关系使得他们有机会经常在一起演出，在一起交流艺术心得。就这样在他们年轻的心里，爱情悄悄滋生了。第一次表达是在安庆，我们团巡回演出，我们在演出的时候他当时有病了，他有病的时候呢，他没有到剧场去。我记得当时60几年的时候，物质供应还是相当紧张的。我记得发给了我每个2个苹果，我记得非常清楚，2个苹果。我在抽这个，而且还害怕别人看见，当时还是年轻，还害怕人家那感觉，不像现在这年轻人那么表达，过去感还是比较含蓄的，这个。也不是想偷偷摸摸嘛，反正是感觉到是不是太想叫人公开，但是表达自己对他的爱吧。我记得演出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到我宿舍里，我把这苹果洗得干干净净的，这干干净净过以后呢，我放在一个教室当一个瓷缸子里面，我给他放到里面，我瓷缸过以后，我赶过到他房间以后，他那时候发高烧没演出，我就递给他，递过以后我就走了。那基本上没什么多少语言，哎，他就送到我面前，所以就是话很少，但是那个心里我知道，就像别人说那一股暖流涌上心了，所以非常甜蜜。点点滴滴的关怀使他们感到甜蜜，一次又一次的合作演出又为他们铺开了情感的舞台。他们常常在戏里扮演一对恋人，演出越多感情越深。最使他们难忘的是70年代初的一次合作。这个爱情达到火花的时候，超级火花的时候，可能还是在1969年到70年的时候，我们俩演白毛女。正好我演大春，他演白毛。那么这时候呢，我感觉就是特别是在山洞里一场，山洞一场就是我们两个演员啊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就是除了我们心中有角色以外，我们心中还有对方，我的情人和恋人，有这种感觉。因为你比如说你在山洞的时候，就是特别累的时候，它中间有一个两个相认，相认的时候有一个动作，有一个非常动作，当当当当滴滴滴，就是我撑着他，他看着我。他就是我心中的楼楼，他我估计他感觉他就是我心中的赵新萌。我的手撑到的时候，除了撑到面前是我白毛女以外，我感觉面前还是我非常恋情中的一个情人，我恋人，好像楼楼这他当当来，我而且的话给他撑得住，我说你少累一点劲，我给你撑了一劲，其实我这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正好是感情的最高点。哎呦，我也是最累，一个单脚立，因为我那时候已经25、26岁，以前就那个脚背又不像芭蕾舞演从小练的，就是非常累，
就他就是全力地支撑着我。1971年，被团里的同事们称为金童玉女的赵新萌和楼楼结婚了。和大多数的家庭一样，赵新萌与楼楼的生活看起来好像很平淡，但共同的兴趣与共同的理想让赵新萌和楼楼成了形影不离的伴侣和艺术搭档。随着时间的流逝，楼楼与赵新萌都成了蚌埠市歌舞团的编导，对花鼓灯的痴爱更像纽带一样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共同创作的花鼓灯舞蹈多次在全国各级艺术节上获奖。71年过以后呢，我们就基本上搞一些艺术创作，那我们俩基本上就71年结过婚过以后，我们俩就艺术生命就连在一起了，生活就连在一起了。尽管在外人看来，赵新萌与楼楼的生活没有什么新意，仿佛生活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们自己却自得其乐。那当然了，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创作的时候，那就显得好像缺一点什么东西。如果他创作当中，他就感觉到没有我，他也缺点什么东西。因此，我感觉到艺术，我们俩艺术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我们两个的结晶，都是我们两个生活情感的火花的结晶。创作第一个作品，基本上我们两个就是合作的，离不开任何一个。所以我们两个后来结婚以后，自己特别感觉到生活的伴侣也是事业的搭档。有时为了创作出更多更好更贴近生活的艺术作品，赵新萌和楼楼经常结伴而出到大自然中去采摘艺术灵感。有时为了一个舞蹈动作，他们常常会争论不休，但在生活中30年的婚姻始终如初恋一样，让赵新萌与楼楼感到十分满足。他们把对花鼓灯的爱与彼此深深的爱慕融在一起。1984年，赵新萌要到北京进修学习一段时间，这是他们结婚13年来的第一次离别。在北京学习的时候，我们两个那个心心相印的程度，让送信的都感到非常的就觉得，哎呀，你们俩真是说那天有信准有信。因为以前，他刚走，我给他写信，他给我回信，送信呢总是不是那么觉得。后来他觉得每个礼拜，哎，信这么勤，而且到那个点，我讲来信了吧，他肯定讲有。我可以跟你说，我说3天一封信，而且他来信过以后，肯定的，我们俩就是什么，什么时候收到我的信，什么时候收他的信，就是准确的很。你要记得，我有一次。他的信是10点多钟我收到的，我收到过以后我立即写信，写过信以后1点钟我就投入了个黄帽子信，而且我还怕信偷不拿不走，我就在民族宫门口的黄帽子旁边我就在那等，我就感觉信拿走了，我心里才放心。就果然不错，11点钟准时摩托车哗开过来，打开信箱拿走了，我一看我的信还在里面，明明知道会拿走还怕拿不走，就是始终是在看着他拿走以后，车走远了，我感觉我的情谊，我的对他的一种爱带走了。赵新萌与楼楼心有灵犀的感觉融化在一起，尽管儿女们都在渐渐的长大，但他们的爱情依然是浪漫的。除了工作的默契，生活中的苦乐要彼此分享。作为编导的赵新萌在单位中要比从事舞蹈编排的楼楼的时间充足些，于是等待几乎成了赵新萌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人家有个习惯，有什么习惯？家里不到期不开饭。他是工作，是个工作狂。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个感觉，就感觉到幸福同享。一个就是我们俩一个人享受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他也能跟我们一起同享就好了。这倒不是自私，就感觉好像心中始终有他。因为有时候我们晚上开饭，他有时工作也很忙起来的时候，他就等了很晚，有时8、9点钟才回来，我们这饭菜就摆到
就摆在这个桌子上。有时候我们经常就下了楼，站在路灯下等他，就在这个街上一看，远远看到他以后，我们家好高兴。有时候晚上，比如去装台呀，我就很晚才回来。有时候就是我回来的在那个门口，远远的看他在等我，当时就热泪盈眶。但是回家还要装着没什么。相识结婚到现在已经快40年了，40年的时光并不算短，他们的身影始终连在一起。这种感觉。然后是，对。就是我们走到街上，或者到外地去，见到我，没见到他，所有的人，我的学生，我的朋友就感觉到奇怪。哎，罗老师呢？或者他一个出去看，哎，赵老师呢？我们俩可以讲是形影不离。我觉得他们非常默契，就是有时候，假如说我父亲刚想讲什么话，我母亲就能说出来，就是可以讲，就像看到骨子眼里的那种。他们思维有可能都是互相交叉的，觉得非常的融合。他想干什么，他就知道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也能知道干什么，就达到这种默契。在赵新蒙与楼楼的世界里，没有惊涛骇浪，但他们的爱情给了他们创作的灵感。这对事业上比翼双飞的伴侣已经走过了阴婚。在蚌埠，他们是令无数朋友羡慕的一对。有人说，爱让他们变得年轻了。正如赵新蒙所说，一个人爱着的时候，永远不会老。这是秦腔中的名句李慧娘吹火的一个片段。剧中的人物李慧娘是个容貌美丽、性格刚毅的少女，她爱上了白面书生裴郎，却被奸臣贾似道从中搅局，不仅爱情落空，而且自己也断送了性命。此后，李慧娘化作厉鬼，向仇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复仇。扮演这个刚烈女子的就是马兰瑜，在中国秦腔界，她以扮演李慧娘而一举成名。我那时候就想要一个有大学水平、文化程度比较高，所以我要想找一个这样的伴侣的话，对我在事业上各方面都有帮助，有个依靠。当马兰瑜还是一名戏校的学生时，和戏中美丽的李慧娘一样，她爱上了一位书生，他是学校里新来的一位老师，名字叫尚伟。我觉得他讲课讲得很好，一个就是说头脑很清晰，而且那个就是很激情也积极，那大家异口同声的都觉得这个青年人好。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个女学生大一点都不喜欢他。这一段中间我觉得他挺痛苦的，就是那时候人家不允许我们谈恋爱。后来我们俩咋办呢？就一人有这么大一个小日记本，就互相换，他写好了以后给我，我一看完了赶快偷偷的没有人写几句回去安慰他。他老觉得他好像追求不上我。那年头艺术团规定，学员不满25岁一律不许谈恋爱，来自周围人们的闲言闲语使得马兰瑜和邵伟不得不保守着感情的秘密。在一次演出中，马兰瑜的笔记本被同行的女演员发现了，他们间的秘密迅速成了全团的公开话题，闲话和冷嘲热讽随之而来。但众人的妒忌和阻挠不能浇灭他们的爱情，反而促成了他们的好事。我们那儿有一个同学大概给别人吹牛了，说我要把马兰瑜弄不到手，我就不姓什么什么。他知道了，哎呀，在房子里边把那个镜子也摔了，就一下弄得手里边都是血。哎，我说这今天该来我这儿咋不见人？跑去一看，
气得又哭又说：“你去吧，你去吧，啊，我要不起你，我也不求你了。”后来我才弄清楚，我说人家吹牛是人家吹，你不能不让人家吹牛嘛，我没有啥嘛，你为啥要这样？学什么呢？那这，你都是娃娃的，啊，都一些七七草草的闲言闲语嘛，啊，这个也还是。根据学校的这个规定啊，觉得是这不好啊，这不好，有点歧视，总的啊，对男方对女方都有些歧视的，哎。时光匆匆，转眼七八年过去了，这对苦练多年的恋人，在为事业、为集体、为人民服务的各种口号下，长久等待以后，终于向组织上提出了结婚申请。和誓死追求自由爱情的李慧娘一样，生活中的马兰鱼也不得不为属于自己的爱情而苦苦奋斗。人家对这个很不服气，觉得我好像稍微得了我占了便宜了。他原来是我们那儿挺能干的足教科的，又是我们演员队的队长，因为跟我谈恋爱以后把他撤了，后来又把他又调到办公室，就离开团。61年我们俩结婚以后，一个月让他上农场劳动去，回来就哭呀。我就觉得好像有好多人不是太好厚道，就想办法要把我们拆开。婚后的生活很甜蜜，却也很短暂。文化大革命来了，马兰鱼作为秦腔舞台上的名演员，遭到纠斗批判，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邵伟因为是她的丈夫，也不免受到牵累。凡是有成就的演员，这个好气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大概是文革一开始啊，就把他们就揪出来，而且他们还是头一批在剧团里的演员里边。受到迫害的。一张桌子，一张椅子，我站在上边以后，那骂的话难听的很，什么我戏霸地主婆什么，我气得晕了，摔下来以后就休克了。休克有些同志就把我拉到我那个房，我当时想自杀，那个剪刀就在枕头底下放着。他一看以后，他把枕头拉起来，好像有这个感觉一样。他说：“你不能这样，你要一死，谁给你做这个证？你将来有些问题说不清呢。”71年，早晨冬天下大雪，他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以后就咳嗽，猛咳嗽以后，那个雪地里边就吐了一大堆血。我彻底完了，我觉得。到回来以后，心安一检查，说他有个肺瘤，我就彻底晕了，就坐在医院那椅子上就起不来了。不管怎么样，困难的时候过来了，怎么能就老天就这么不睁眼，就给我们来这一下。然而打那以后，邵伟的身体再也没有好起来。1971年，他们终止劳动改造，回到城里，但噩梦并未结束。邵伟卧床不起，在家里一躺就是10年。那会儿像我父亲病特别重的时候，反正怎么说呢，我母亲每天呀就照顾他特别好，就是给他做饭呀、洗衣服呀、问寒问暖呀，一些什么就是。哪怕让我们谁忍着他发脾气，忍着都不能让他感觉那个什么。我觉得是好像一切都完了，当时有一种很悲观，
我觉得人生也不过这样，我们苦了多少年，最后落了这样结果，所以一直情绪换不过。在戏剧中，当李慧娘被奸臣害死变成鬼以后，唱道：“怨气腾腾三千丈，屈死的冤魂怒满腔，可怜我青春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章，阴魂不散心惆怅，口口声声念陪郎，红梅花下永难忘，西湖船边诉衷肠，一身虽死心向往，此情不灭坚如钢，钢刀把我的头手断，断不了我一心一意爱陪郎。”我的感觉，我觉得在感情上我们还是很幸福的。苦就苦在他身体不好，所以这一点上，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制度形成的，对我们两个人在婚姻的问题上很坎坷的，坎坷的人生，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清苦，但我们很幸福。为啥？我们真诚的相爱。